哎，我得到点酒，姑娘。行呗，鱼来了。啥送来的？刚到。给我整两袋。嗯。朋友们，年后的第一批小明泰到货啦，厂家终于复工了，大家也可以去下单了啊，在我店铺里拿两袋回家。你回家我也回家，我不加一分钟工，不逼你打多一分工。同样是开着同样的工资，凭什么我多在这待？2024年我也抠起来。你好像精神不大正常。我也走。这是我买的海鲜捞汁，倒了10袋，我拿走2袋啊，把它扔这里倒去。然后2袋鱼，那鱼我的，眼瞅着放围裙上面，人是我的，自己再拿去。再拿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拿你的，那我挑好的。你家东西拿不也一样吗？不行。这个是我姐送给我姑娘的新饭盒，还有饭盒兜，这个放这儿了啊。你真顺其自然，人我挑那个颜值高。拉倒吧，都一样颜值高，那克数搁那摆着。颜值高，他比较笔直，他不驼背。哎呀，这人儿啊！连后头都坐不住。居然下雪了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感觉到下雪了吗，姑娘？干啥呀你？你的车在姥爷家呢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还有两个车呢，都认不出来的吧？是我的，是吗？妈，那也是你的？你不知道啊？你看都撞成这样式的。卖它吧，骑不了了。这能卖吗？能。这么埋汰了？卖破烂呗。走吧。虽然它现在破成这样，但是我也能认出来。嗯。嗯，行吗？那个饭盒也好好的呀。嗯呐，我说了再对付用呗，他大姨非得给整一个。啊，他大姨买。就是你拿那个捞汁拌那个菠菜。就是。然后还有没有黄瓜？黄瓜没有，没买。你咋净事儿呢？别在这安排了，赶紧写作业去吧。啊。豆芽啊！嗯，不是我们那个红金在学校吃豆芽，吃那个可好吃，就怎么做的？就是有姜，有姜，没有姜，没有姜好吃啊！不是，我说里面有姜，是吗？嗯，然后还有粉条，那是炒杂菜吧？不是炒杂菜，就是豆芽、粉条、红豆芽。去换衣服去，写作业。嗯，去吧。是黄豆芽吗？对，是黄豆芽。那你一般咋做，你就咋来吧。还非得搁姜？你们是搁姜末炒的，还是搁姜丝儿？姜一片。我今天我以为是肉，然后我给吃了一口。完了还搁的啥？忘了，我不知道。就是你看这个颜色，饭盒，你看这个颜色了吗？嗯。饭盒里啥也没有啊。不是饭盒里面不有汤吗？你看那个颜色了吗？搁酱油了呗。对，还搁什么啥？你这还来指导来了？这孩子要命了。那个祖宗的。哎，你那口都没打开呀，姑娘，整的磨叽了。真炒上豆芽了，嗯，他要，他真好，我的家庭就是这么和。姜末搁的多呗，那个姜末叫姜片嘛，啊，然后姜味儿大啊，嗯。你看我说啥了呢？你不让我开门。哎呀，这馒头，你洗澡了吗？牛胖，我洗了。这过年前我买的那个嘛，酱牛肉、香肠、捞汁拌的菠菜、豆芽，就是排骨豆腐汤。
你姑娘点名人要吃的豆芽，还得搁姜。昨天晚上不吃的。人在学校今天吃的，回来指导奶奶做的。不知道，他说搁姜片了。往下尝吧。嗯。海鲜料水有了。嗯，买到了。快尝尝豆芽啊。行。还掉房子呀。他说。就是这个颜色。这个。妈我尝尝啊。对不对呀、啊。那玩意儿哪有牛肉香啊？哪有牛肉香啊？天天吃那些大鱼大肉的，哪有这种咸的香？我尝不出来什么味儿。我们学校不是这样，嘎吱嘎，是那种，没有嘎吱嘎吱的味道。炖的，他说有粉条，那就是炖的。那我说烤粉条了吗？他说，他说说啥了？我说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经常要烤点粉条啊。这炖菜，我从小辣都不爱吃豆芽，你可倒好，反过来了。那我妈爱吃吗？还行。我是点都不爱吃的。那应该是还行，家不吃。就能吃，也没有特别喜欢，不讨厌。就是抹点那辣酱啥，我才能吃的，嗯，不带动的。还抹辣酱呢。嗯。蓝便宜货，嗯，你要是再搁点辣椒酱，赔了不便宜了啊、哦！你不是说豆芽不便宜货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天天吃大鱼大肉，以后你没钱了，你都吃生活不下去，你都吃不了这玩意儿。他为啥没钱呢？也是啊。该说不说，我家这小老子半菠菜，看看没见底了没了。我姑娘还一大口结束。